然后看到他之后状况怎么样？小黄车，哎，那个状况怎么样？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。他现在状况更低一点，这些。我跟他你说一句话，他都有回应。我说，现在他们孩子，我好一点点，听点要骗他，他还会点头。我说我下次看到多一点的眼睛，多一点的眼神，然后还有一点的眼神。